克，这个是开在上海闵行的这家美国的大型超市，开始办会员卡了，我们等一下进去看看吧。这是办卡的人，今天是办卡的日子，办卡的人特别多。鱼油。卖场只有一层，停车场有三层。这八月几号开？27啊，27号开。啊，卖场，这是停车。这个是停车场，这是停车场，这是停车场。建筑的边上就是富士康的一个富士康科技集团，他们和开斯克连在一起。
边上路正在建。又一个停车场的路口处，开斯克的会员卡。Costco